怎么办？爸是第一，子聪是第二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。怎么现在沈若赫他空降到第一前面了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小姐，你就太男孩子气了。说不定沈若赫会让你发现女孩子的一面啊。不要担心啊。祝三立新闻网的这个观众朋友兔年行大运啊，兔年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新年快乐，娱乐新闻 Happy New Year 兔！祝三立新闻网及娱乐新闻新年快乐！祝大家兔年新年快乐！祝大家兔年大吉大利！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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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兔年到，每一天都是钞票 too many。快乐 too much， 新年快乐，扬眉吐气，红兔大展，大展红兔，新年平安快乐，来年一定要健健康康，咚咚咚咚锵，恭喜发财，咚咚咚咚锵啊！大家哦，新年赚大钱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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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兔年新年快乐哟！